我看到伊有一个老师嘉义人，伊一个小学老师退休，伊总讲伊不时的啊，玉芳啊，来甲你看者，啊看者，啊看者，也毋知要讲啥吼，啊无差的看者，因为他就在乎伊给你一种力量。然后伊不管都有咧创啥，哦，我顶回伫大家咧买伊两木管，伊也买管10万块，也伊随时就是因为生活带来死不带去，他很清楚。我以前伫台中，较早伫遐咧拍拼，替民进党咧运动的时阵啊，咧甲民进党选议三遍啊，我伫台中拢会碰到一个怪咖，或者张清如老先生啊，张清如，啊伊呢？伊哦，伊每一场人人迄个反对运动出，伊就要跑，啊，伊就我都行真乖啊，吼，啊，我都行，我都啥，啊，伊嘛无可能演讲，但是伊一个精神就是安怎，伊就去坐啊。人开始伫国营环境，伊出钱啊赞助，虽然伊无拉当工厂，但是他的身体语言就在讲一句话：再怎么样，我绝对不缺席。看到纪老师，我就想到张清如，我就想到台湾几百年来这种的精神，一定拢爱。但是人伊无去讲啥，人伊无咧唱歌，无咧讲讲我做什么伟大的代志。你知吼，这特精神是啥？台湾的水母牛精神，基本上就是维摩诘所说的台湾的啊，这个最大的精神指标，菩萨成就三八大法，全面三大法，劳役众生不忘报。带众生受诸一切苦恼，身上扛着十字架，所有做的所做功德尽已失之，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，右手左手也忘掉，右手更不知道什么叫水谷牛精神，什么叫做假货拿假货变作一个内在的修养。因那个人看起来人无什么都爽都爽啊，所以今天咱们打电话讲，他讲陈老师，你搁听博士啊？讲恁个台，我本来今仔个去，伊就要去台北啊，不过阿妈伊就要留落来，甲你看一下好。季老师教我，我们这么多年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路其实我过的是很辛苦的日子，可是我只知道在众人面前，永远要带给人家希望跟力量。那不管你怎么样，那是你家的事。可是呢，你必须要有所承担。那个，我也要请求政治人物们不要再算计，不要再玩弄格式。真的马上会合，目前是最好的时机，而且这是台湾民主制度以来呢，所有各政党最大的公约数最强的时机，你不能每个在浪费那些资源去。但是一旦要公投，拜托了，动一动，第一点该打板 ，OK， 对了，第一点该打板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是另外一个转机，公投代表什么？行使直接民权。哎，乡亲啊，你拿空空放弃掉了这顶叫的宾馆，那完了。第二，转世改了，改你跨了谁？你知道为什么能够公投的国家代表主权独立的国家？你们讲到讲今仔今仔，你讲有法度，你来公投，还是你无愿公投？你连位是三位，我做阿洪文英，因为是支持而已嘛，所以台势去投票，所以伊讲伊无愿去投票，唔对，绝对唔对，我要来甲讲。李老先生，你的脑筋千万不要打坏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是说你一定要出来公投，然后请你投废票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一定要出来。转世改都要看台湾人，你是不是在乎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？如果你不在乎，那你就可以不公投。一旦台湾没有过半的人会在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，我想转世改无人要理会啊！你也等于什么？你也等于自作孽。所以既然要公投，我理我办乐，办到真累。我们啊，难得有这个机会用来伸张啊！阿门底下在抽，门底下在怎么样？用钱起来也丢。所以如果高兴来讲的，我们就
太讨厌，我喜欢我有当做啥，我无可能做啥啊！我讲，我伫四几年我嘛是做甲死啊，死了啊！我讲袂怕，要继续拼。我不相信，我来写几百万字、几千万字，也我无相信讲一代一代之间没有传承下去。我们很多东西都已经在流传，而且呢，一定可以创造新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些政治人物啊，我要请教，就是说我要请求你们啊，真的现在呢，为人已经是全民各政党最大的公因数，早就应该结束无谓的内耗跟浪费了，早就应该呢，整个呢啊，炸裂。其实呢，他们这些政治人都乱点忽略掉一点，知道吗？我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奉劝政治人物呢，你们想一想，究竟是你那个位置把你撑起来，还是你应该撑起那个位置啊？来，其中位哈，今天可以跟人聊一聊。所以立即为何重整家业，开创产经的新的结构，缔造社会新的规范？这当然也对，这个是这一代人留给后代子孙最珍贵的文化遗产跟时代风范。相亲啊，相亲，我先咱一家公家会听有听有啦。为何代表台湾社会真正的转型？为何正式开创台湾尚未存在的善良跟道德？他处理的是什么呢？是世代公益的议题。他是良心、良知、远见、智慧、慈悲跟大爱的总体性。他超越了所有技术性的问题。他奠基在人心的本质。他面对的是人性的总考验，他也是这代台湾人对全球生计的大承担啊！几十年来，何人何事的论议、汗牛充栋，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呼吁跟抗争，凶实在理由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最实在的理由是幸运之神一直很照顾台湾呐、啊，呵护着我们。听有无？台湾可能也小可出一个，今天就使台湾就只咧抗争，变化啦，啥物都无啊啦。汇合是什么东西啊？是一个生命不可忍受万一的问题啊！我要告诉各位朋友，缓和就是道德，汇合就是智慧。我们是台湾人的好子孙吗？我们是台湾人的好祖先吗？缓和汇合。就是要回答这个历史命题。各位朋友，我们这一代现场的所有朋友，我们正在改写台湾人的特征跟定义，我们的公民行动也将决定台湾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国家。现场朋友们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平大家，你们就是台湾的天使，台湾的守护者，请给自己一个肯定，一个鼓励啊。当何事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，也就定义了这一代台湾人的水平，更决定了世代的未来。大家还记得大野空难吗？以前有一家华航的飞机摔下来啊，那个空难以后有一篇报道，把它捡起来，因为太精彩了。怎么讲，你知道吗？空难以后有一个飞机维修单位的人发言说，引用，我们没有意料到这场空难会发生。这是什么话？笑我也。台湾的官僚常常说某某工程100%安全，200%、500%安全，绝对安全。接下来小伟，你还记不记得核能电厂的辐射量就像拥抱两个女生、三个女生一样还小？你们还记得这个话吗？核电厂的人在讲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些是什么话？就抓好把人死，就抓好家属那死，就抓好台湾拖塞的。要求嘛，他要求啊你啊！奇怪嘞，我现在找不到言可以痛骂这些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找不出有那样那么邪恶，历史上人类有历史以来，人类还没有发现，还没有发明可以痛骂这些人的文词。他们的罪恶已经没有办法用所有的语言去承担，你知道吗？
安全绝对不会由政客的口中产生，安全只会来自我们的挚爱、爱人、爱子孙的决心跟行动。当地的李宾利，美国总统奥巴马，他对人以色列年轻人的演讲讲了一句啊非常正确的话，比如我是一个政治人物，我要很坦诚的告诉你，政治人物在没有强大的压力之下是绝对不会改变的。够坦白吧，真的够坦白，因为政治人物往往是既得利益者，他干嘛要改变？朋友们，血球是怎么长大的？是不断的滚动。所以我要希望各位，让我们啊，啊，老他觉老定啊，啊，那什么的啊，阿八觉阿三啊，你知道，我们一定要不同的滚动，唤醒台湾的大救赎，追求台湾永续安全的环境，是你我无可让步的责任、义务跟权利。我永远追随各位的脚步，用尽力啊！这个我刚才讲的一句就是说，我们在创造这个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，我一定要跟各位提清楚，因为台湾现在有一个最大的悲剧，抗战的暴政是杀人生。你可以，我以前在电视上公然讲过，我就是反独裁，我就是反立法院，我就是对，我就是要独立要钱，那是我家的事。你可以得到我的尸体，你绝对得不到我的灵魂。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看，为什么我一再强调说我们在创造人类这个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？因为我要在这里啊，以今天的氛围，以今天大家的水准，绝对可以谈的是，你知道人类价值怎么来的？我这个故事已经讲了很多次很多次了。但是有一次我在一个电视台看到嘛，有一个在比赛看别人一块啊 ，Discovery 吧，他真的是这样。他说日本人有一群猴子的生意地被人类破坏了，那猴子就没有家，要迁移到别的地方。那猴子呢就被人类把它迁到一个安全的环境，然后在安全环境呢没有食物，所以人就天天喂它吃。在他原来的生意、原来的环境里面，遐高山，大家爱家己讨趁着，为着要过三顿，遐高山拢足无用个啊！哦，我着伫遐慢，伫遐吹啊！但是叫伊来这人造环境，叫人天天喂他吃，伊安怎？伊说用他俩生物修加，啊，那结果怎个？遐高山就发展发展游戏。那有一只猴子看见地上很多石头，他们玩起石头来，看看看很好玩啊！所有的其他的猴子都跟着他玩石头。这个时候，电视画面就出现，有一只猴子就抱了一堆石头，另外一只猴子就冲过来抢他的石头。导演问了一句：“明明满地都是石头，干嘛抢别人的？”镜头一转，转到人类的幼稚园。在一个幼稚园的那个这个四周围全部排了满满的，通通是玩具，因为大家都玩烂了，所以没有大家没有兴趣的都丢在那边啊，规刷秒了嘛，是玩具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有一个小男孩就落手啊，无意之间随便就抓起一只泰迪熊抱在身上，突然一个小男孩冲过来抢他身上抱的这一只泰迪熊，导演一样问。明明满地都是玩具，干嘛抢别人的？哇，那个电视画面就没有了。我说再演下去，再演下去，再演下去就对了。为什么？好可惜，没有演下去了。因为再演下去就是我要讲的。你们发现没有？这个就是人类的价值的起源。可以听懂吗？还不容易懂吗？来，我告诉你，你认为价值观怎么产生的？价值观是人给。为什么呢？你看这一只猴子抱起这个石头的时候，这个石头对这个猴子来讲变成有价值，黄金只不过是一种金属，钻石只不过是一种矿物，但是今天又有人赋予它价值。所以第二个，当发现有人有猴子抱着的时候，别人就来抢它，
所以价值是人给予的。第二层价值是传染的，是感染的，安听我。所以开心多啊，开心就是多皮啦，对吧？第三，聪明的人马上就想到了，价值是创造的，创造。所以各位，我为什么说令你们今天会来这里，代表你们已经具备某种程度的善根，也就是我们正要开创人类还没有存在的善良跟道德。二三十年前，三四十年前，大家根本不知道核能电厂这么恐怖，这么邪门。现在当我们出来来呼吁保卫我们的世世代代的时候，我们正在创造这个社会还没有存在的善良跟价值。公园啊，是亚洲内外有理想、有良知、更有开创力，他要了解到人类的一些道理，哦，包括，那你那家，你如果可以理解到这个价值的起源，所以你要知道，缓和本身就是在创造人类社会的一种新价值跟新道德的。其实，缓和是一种信仰。反而也是人力人性正面的力量。我古人高点澄清，第一养点啊，这个当然方面问题来的是调查，啊，这调查如果只能调查啥？调查迄个以前较早吼，咱这个土地啦吼，啊，这个沿困地带啊，这个人呢，因较早拢咧做养干，伊还落养，看养肥啊。好，你去做羊的就对了吼。我访问这非常几岁老婆阿婶的，啊，你老访问吼，啊，伊咧讲，啊，讲到尾啊，伊煞咧唱歌，啊，我听说你真正咧唱歌，啊，你唱啥歌咧？啊，结果咧，伊把迄个歌词甲写起是安尼吼。伊讲啊，这是咱清淡好美食，台湾刚刚光复不久啊，台湾人有一首很流行的歌，总共有五段。其中一段不完全，他念起来，他只有这个，一我甲翻译出来是这样：花请来，行出厝外，一路到车头，遮济人拢作相共，财产无半项，五十一担亲像美人，为着台湾不愿放。肩头顶行李遮重，有钱请无工，人遮济烧起烧起，再等来去就地，会恁听无？我看你，其实这是一种隐性文化，在台湾人在哦，台湾人他在被清朝统治，被日本侵攻统治，被国民党白色恐怖统治，你不可能讲心里的话，那你要讲什么？你非常敏感，因此他们必须要创造隐藏的文化，必须要创造神话小说，用来掩饰真正想要表达的内容。结果呢，挖下来讲出处啊，写到大桥头，什么意思？鬼神也好，外来政权也好，脱离他的管辖，总是看得比较清楚。一路走来，又到了转战的时空了啦。来个恰好，恰好代表是台湾正在转型啦。啊，几多到恰好，这些人拢总相干，在散播化安，有意思。这么多人通通一样啊，好像我们没有做出什么值得流传给子孙的好财产吗？五十一单亲像美人，为着台湾不愿放。五十一年的大日本帝国就像一场的兵荒，后说是镜花水月、扛书板秀年了。但是呢，为了台湾不愿放，肩头顶行李遮重，有钱请无工，人遮济烧起烧起，再等来去落地，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但是为了台湾这一户责任，我就是不愿意放弃啊，肩膀上扛负的责任是如此的沉重。无论用什么代价，你也没有办法找到别人替你扛下来。虽然台湾人这么多，大家就是呢，互相比较，互相比拼，互相推向的这个嘛。我呢，还是回家乡好好的耕耘去吧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五十几年。那个1945年的时候，台湾刚光复很流行的一首歌，五段当中的一段，这老杨刚欠我提来啊。你不能走了之后，又已经经过68年了，请问我们
今天还在原地踏步吗？你知道我刚才讲说专制时代杀人身体杀人头，现在台湾的政权最恐怖的是什么？是杀人心，把台湾人训练成为个个都是失败主义。当一个社会你会发现不管要做什么，能改包括哈不哈那就差不多了。1991年1980年1991年我要去万和，一辈我要去参加运动，坐公车到万和一进去后，我看我的车子座位那个有对号，我边仔一个小姐，我告诉你，好想睡哦，真的是沉鱼落雁哦哦，哎呀，你姐姐告诉你，心高心高大，我猜啊要睡啊，没有想到我还没有坐下去，他就开始跟我搭讪。哦，一滴水一只好女人，一只酸酒醉，而且安怎嘞？我坐咧到边来讲，讲你弄啥？你伫台北弄啥？哦，我就环保运动，讲着环保尔。对他家的所有台湾环保的团体，他比我还清楚。啊，公友啊，你在做啥？我有在道歉，我一开始公告哟。哎，一滴水哦，好讲话良心哦，把所有的代志伊拢知影。但是他有一个基本的模式，他所有这公器行的钱，公到未来的钱啊，到未来也不好了啊。你知道他是做什么职业的吗？他是拉保险的，没有错，他是拉保险的。所以呢，你是讲来吼，好，你是讲你什么代志吼，讲来到讲到尾也都无效，讲到尾也无效，讲到尾也无效，答案都无效。吼，讲半天这以后，我实在冻袂调。我小姐，你讲要去打电话，我讲一句好无？我讲你想看咩？我讲谈不，你甲讲身体运动啊，身体运动啊没有用，就是有也没有用的，打都没有用的，打都没有反馈也没有用，教育也没有用。那叫你照你的逻辑，什么都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用，什么都没有用，哪里话倒不一样的事啊？然后啊，一转眼眼睛的出一个嘴巴就扔在那边，一杯开始要出啊！我买完的是青衣胶牌啊，叫这样哈。所有的战绩好处哈，就是所有的什么都好一样呢，比较唱衰一点哈。但是你们只要讲一次。今天你们不出来做点什么样的事情，只会批评，只会什么？我告诉各位，早就到了一个时代，应该是转化成为公民行动力量的时候了。但是今天的政府，他们应用所有的方式，让台湾的人民东西多好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没有发现现在吗？现在最可怕的东西是在这里，所以我敢讲听够。千万不要再说什么人为言轻了，不要再小看你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绝对可以影响很多人，一个人影响百人，百个人影响千人，影响万人。拜托，给自己一个承诺，许给后代子孙，你给他有做出一点点你该做的，阿弥陀佛。